曲呢？那也不分你有没有学习过其他乐器的音乐基础，想要打非洲鼓，随时欢迎您加入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先介绍莅临现场几位长官贵宾哦。中立市市长鲁明哲鲁市长，哇，市长刚刚又在拍照片，又要 po Facebook 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市长的脸书超多粉丝的哦。那来自我们环保署执行秘书杨庆熙、杨植密，欢迎您，谢谢执行秘书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立委吕玉玲委员服务处赵玉龙赵秘书，欢迎你来现场。还有很多位的长官，还有叶明月叶议员，来明月姐姐，中秋节到了都会想到明月啊，好，谢谢明月议员。来，还有我们科商事务局秘书邱尚英邱秘书。来，还有我们各位里长，里长们是不是都到现场挥手好不好？关中受奉里长，温受英里长哦，来立柱，挥挥手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，哇，好可怕，怎么漏两点了呢？原来这是我们大星宝宝，市长要不上来跟大星宝宝拍照？因为任何人站他旁边哦，都会显得小鸟依人。民怨议员要不要来小鸟依人一下？啊，不要害羞啦，因为漏两点了。好。接下来，好，接下来是由我们大金宝宝带来的大金宝宝带的票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也请所有的莅临的长官贵宾请入座，啊，请入座。我们在现场有要颁发感谢状，谢谢我们桃园县内 MIT 的绿能产业的企业厂家代表、长官、贵宾、老板，请入座，来，请入座哦。来，待会现场就到了，来，大家请入座，来，也请工作人员引导，如果有我们绿能企业厂家的长官莅临会场，直接引导入座。